燕乃文牛奶推出了新专辑，这天抢先播放给歌迷聆听，并且还展现出傲人的六块腹肌。拼了拼了，对，因为其实，而且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健身上面嘛，那当然有机会可以秀的话，我就也不吝啬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而脱离了 Energy 三年之后单飞，牛奶坦诚压力很大。昨天晚上我还睡觉的时候还惊醒，然后怕说今天一打开要是没有人的，然后有几个媒体大哥还在抽烟，有没有？然后想说没有人发我来干嘛？